小伙伴们，螃蟹电话是我的梦想呀！你们想跟我交朋友吗？今天咱们去拆点什么卡包吧！小伙伴很多，小伙伴说你赶紧去爷爷小卖部，怎么不更新爷爷小布卖部的视频吗？好吧，他来了，他就来了呀！小伙伴，今天咱们去爷爷小卖部看看有什么看看爷爷好吧？去那里搞点什么卡包，小伙伴或者你们想看我拆什么，可以跟我说。现在经典好像又更新了，好吧？我们现在去爷爷小卖部去看看有没有好的卡包，或者你们想看我拆什么卡包，可以跟我说，我下次肯定会拆，好吧？小伙伴们，你们想跟我交朋友吗？卡借电话是我的一个梦想，我家里有几十万的卡片，什么卡都有。小伙伴们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卡片比较多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想跟我交朋友吗？那，哇，小伙伴们家里的卡真的太多了，到卡册都几百本啊，多的没地方放了呀，全是卡，哇，啥都没有，都是卡呀，太多了吧？哇，这么多，不要去乱堆。小伙伴们，人生最难的是什么？卡太多了。哇，太多的卡了，太多都不想要了。哇，全是卡呀，小伙伴。哇塞，小伙伴，啥都没有，就是卡片多，全是卡，全是卡片。哇，小伙伴，这么多卡，我都不想要了，怎么办呀？太多太多的卡了吧？是吗？哎呀，怎么回事呀？爷爷小卖部怎么又倒闭了呀？小伙伴们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小伙伴们，爷爷小卖部完了，这什么情况呀？完了，小伙伴们，好难受呀！爷爷小卖部又倒闭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估计水电费都交不起了，爷爷走了，小伙伴们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小伙伴，爷爷小卖部倒闭了，你们答应不答应啊？哇，这么多卡都不要了吗？爷爷，哇，这么多的卡册，小伙伴们，你们想不想要啊？我赶紧捡起来了吧。哇，这么多的卡，爷爷都不要了，真的好可怜啊，可怜的爷爷。真的，小伙伴们，爷爷是个好人呀，但是小卖部倒闭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好吧，这些爷爷的卡包都不要了，我的天哪。哇，还有好多的礼盒啊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喜欢爷爷的东西吗？或者你们想跟爷爷说的话是什么？小伙伴们，爷爷小卖部倒闭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是什么呀？哎，这是，哎，这个先拿回去吧，爷爷也不要了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些卡包，也不要了，好吧？哎，爷爷的宝藏，哎，爷爷的宝藏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爷爷的宝藏，真的感动天，感动地，感动，感动天，感动地，感动什么的，感动天，感动地，感动到哭啊，小伙伴，对，感动天，感动地，感动到哭啊，哇，这么多的卡吗？哇塞，好多的卡呀，好吧，咱们拿回去吧，爷爷也不要了，小伙伴，这个怎么办？爷爷小卖部倒闭了。完了完了，小伙伴们，爷爷小卖部怎么又倒闭了呀？小伙伴们哭得稀里哗啦的，你们说爷爷小卖部倒闭了，你们答应不答应？这可怎么办？哭得稀里哗啦的，这地下一大堆卡册也不要了，哇，这上面的东西也不要了，小伙伴们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小伙伴们，爷爷小卖部倒闭了，你们答应不答应啊？我哭得稀里哗啦的，看到没有，我一年的眼泪都掉下来了，真的太难过了。好爷爷啊，为什么会倒闭啊？小伙伴们，如果倒闭的话，我以后就没有办法再买卡包了。小伙伴，你们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叫什么名字？或者去你们那边开小卖部好不好？你们会支持爷爷吗？你们会喜欢爷爷吗？哇，爷爷的宝藏，哇，里面好多卡，咱们来看一下吧。这些，哇，爷爷的宝藏，哇塞，这么多卡片，咱们来看一下又有哪些卡片。哇塞，爷爷的卡片，小伙伴，你们想不想要这些卡片呀？哇塞，哇，这是什么卡呀？非常的好吧？哇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卡片。哎，怎么感觉有点湿啊？哦，这是我的眼泪，哇，上面有我的眼泪，真的，上面是我哭的眼泪啊，小伙伴，哭的稀里哗啦的。小伙伴，爷爷小卖部倒闭了，你们答应不答应啊？这上面还有我的眼泪。哇塞，哇，这些 3D 卡，哇，小伙伴想不想要这些卡片？哇，还有白金卡，哇，好帅的白金啊，哇，好帅啊，这些卡片，哇塞，上面还有我的眼泪，哇，这些卡片小伙伴想不想要？哇，哇塞，哇塞，想不想要这些卡片？小伙伴，爷爷小卖部爷爷人可真好啊，看到这些卡片我就想到了爷爷。好吧，咱们来拆点卡包吧，话不多说，这些爷爷的一片心意啊，咱们不能辜负爷爷，好吧，先来打开吧你。哇，出了一张赛罗的 SSR 卡，打开吧你。哇，又出了一张满星卡，哇，打开吧你。小伙伴，你们还想看我拆什么卡可以跟我说，好吧，还想看我拆什么卡包。哇，一张 SP 卡，哇塞，好帅啊，太牛了吧。哇，打开吧你，打开吧你，打开吧你。哇，一张 UR 的赛罗，好帅啊，打开吧你。哇，又是一张 GP 卡，哇塞，打开吧你，打开吧你，打开吧你。哇，又是一张赛罗的 SSR 卡，打开吧你，打开吧你，打开吧你。哇，又是一张 SSR 的赛罗，打开吧你，打开吧你。哇，又是一张 UR 的刷人吧，打开吧你，打开吧你。哇，又是一张 SSR 的赛罗，好帅呀，打开吧你，打开吧你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